张大美女，嘿嘿，干嘛呀？马上过年了，你在福州过吗？今年我爸妈回来一起过年，怎么啦？好吧，哎，那你现在有空吗？哦，我等一会儿要去超市，你要一起吗？好啊，那你下楼，我来接你。来喽。Later。哎，你经常自己做饭吗？偶尔自己做做啦，平时外卖吃腻的时候。那请问张泽恩同学，我可以有幸吃到你的饭吗？有是有，就是我不太会做，做的也不是很好吃。那这样吧，我来做。真的吗？你还会做饭？不是我吹啊，我的手艺比米其林三星厨师还厉害。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啊，以后谁娶了你就是谁的福气。不是吧，我彩礼很贵的呀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快快快，我们一起买点零食。你来超市其实是想买零食的吧？哎呀，快点啊！怎么会有人吃这么多零食不会胖的呀？哎呀，会颠覆吧？别在这闹了，帮我拿一下那个。这个吗？啊、哦，对。谢谢。我想吃这个和这个。这么多？累了，帮人再拿一下吧。啊？这么喜欢吃薯片吗？只想吃你拿的。